法，以贵为中道真之主，万万不可为了护道主、安华主这种败坏道门轻易之人，以整个道真为敌。各道主虽然无错，道门容不下阴阳怪气之因素。安华主教伊怎样的打扮，既不伤人，又以自为何干？怪我道真名义，从来无关。各道主，我尊重你等惯习。但丹霞主雄勤勤困困，敬天爱人，不用遭罪。敬天是天道为无物，怪为天地妖人，何来今日可言？你在探访一他，不怪郭神川以众道友，迎入中道真宗主。道主说得好啊，丹霞主令人作恶行为，早已伤了天，害了地。人呀，道行阴阳。绝对是好事乱源，今天定要将他就地正法。是啊，就地正法，就地正法，就地正法。哇！六天结一果，即用得下你顶以人眼中之道，那这天不配得我尊敬。你已经是天为之师，错了。我仅仅是实在做各位为婢，总之卖水了。莫为了我一时行差踏错，伊就真骨力。我的意思也无够清楚吗？丹霞，你为重生，为天下付出，何曾小于这般人？谁敢随你行差？你自己拢不准这样讲。总之。好吧，雄金翁求，但唔做都是咯。天下之大，无处不用心。非比寻常，孟丹青，小水仙之师，丹青宴之主，为武林绝世慧师。昔日曾为钟道真副道主丹霞子，因若干苦衷，引起道门保守人士的猜疑。在当时钟道真之主岳无缺的支持下，孟丹青勇于追求自我，却惹来非议，被葛仙川等人集体要其退出钟道真。岳无缺为力挺孟丹青，不惜一同退出钟道真。而卷收天在明白缘由后，亦认可岳无缺的行动，放两人离去。是卷收天，你因葛仙川之人，心不容来乱，太文不容分离。人生就可以分离吗？丹霞主追求道本天人，何愁之有？人生无味的意，不应遭受心患。吾定积极，虽在为何道尽完整，但不应伤害他人。你今日出好风味，我拢准备一日一份幸福咯。行吧，但我必须说，你眼前是一条橄榄之路。万寿天，你若空手而返，必受责罚。我相信，你的任务是不定得的。抱歉，本是我一人之心，害你顶受累。该说抱歉，是这个幽禁欲错弄的世间。万寿天。你该办老道，不如天壤之别。愿欠你一份情，此情当下来日必还。多年后，因卷收天之变故，在岳无缺的请托下，孟丹青再入红尘，一还昔日卷收天相助之恩。暗夜林中，天炎飞天，不闻心之歌声，四散相惜，另一间顺声而往。
存郭襄。恋人的拥吻与情欢，离散在岁月汹涌狂澜，红尘辗转，年岁花阴惨，一别成永诀，怎说遗憾？听曲徘徊在耳畔，看缱绻温存的片段。梦，哪管这是一虚幻，盼再想起熟悉呼唤，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一世情长，天地尽我不凡。祈求月光照亮心所想，我愿远行走天涯四方。山畔扑魂归暗翠，又被落日换秋香。世间无憾但清秋，一片伤心化不成。我记得你有一回梦大法，令所人画出梦境的真相。我的梦回为正是人意识清楚，总得太深却未梦的往事。但这今世人本以知晓之事，并非真能寻出真相。毕竟是我多年心结，如果无法解开，我只会更痛苦。为了解开这个结，我愿意一赌。无款，我就无办法拒绝你啊！出场，他便使用绘梦大法，助月无缺探得一世之秘，使其一起过往埋藏之事，厘清一切后，月无缺便离开。而孟丹青感知到他将有血光之灾，为护其周全以及偿还卷收天之恩，他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全挚友。小君以独林观中之算，定属于冰河剑修。有之算会乎灵修，一切就解了。灵修之术乃孟丹青所中，只要能消耗冰河剑修的力量，回去大法便能盛世而立。凶手一名以作术关系侵犯之人配合，以其行用血路不明。现在以作术关系最深的人，就剩当初新闻的秋水了。好，那就由孟丹青去找秋水，在江南寻寻伊检验，另就设法将冰河引起混海新闻，同时派人通知剑风魂。向他前往昏海神门接到控刑。我认为要这个人必须提防，防我主人。此人狡诈多端，属另行设法，我前行昏头行事，务必在极寒之前唤醒此算。由于秦星受红炉点血明招，止于几日性命，为救其命，众人分配任务，由孟丹青前往寻找秋水，并针对冰祸剑秀一事下手。在剑风云、风月主人宿敌联手下，孟丹青抓紧时机，成功使冰祸剑秀恢复成早雪。随后，他与月无缺联手，成功挽回秦星性命。韩族几次信心，你这特别出色，可是有古怪。先前我就觉得何勇心地有损，想不得为何我心胸又出现。一拍棍共鸣的欢迎，已经就地怕是我一拍棍销魂千丝万缕，胸臂斩尽。我打算探着会一面吸血，因体内邪魂徒有反应，月无缺决意夜探玉脉，担心好友状况，孟丹青随同而去。只见偏厅中伯君未坐，向月无缺讨心。听闻真相后，月无缺强忍疼痛，突破异世境。
孟丹青趁机带着昏迷的岳无缺离开。但贵秋，不灵，你千万不灵无事。好，丹青，卖费力了，我不可能弄不起个，你都不用将心思倒在这上求凶。可惜他一定疾病共通，放心吧，我睡不熟就不熟，你先回去，让我一人静静。好吧，不管是回心，他是心血不可尽心，是真是假，有人自有判断。孟丹青，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丹青的状况都是令人忧心，那个喉咙时而清醒，时而疯癫，但未丢人，只怕随时下杀手。山西新秀，里面圣灯，忠孝代家，你东地孝本火无心丢胎，你这张高硬，要紧紧是。上好不归原主啊！无论如何，一定先赶往义面救人路。为讨回伯君之心，后荣以孟丹青、邵无非性命威胁岳无缺归还伯君之心。对此，岳无缺甘愿以性命换挚友安然，自愿剖心。最终我一死，生未够，心中不欠你一片护存之心，我不可负我红魂，我也未好好一地永远。不可的，就在岳无缺以为自己已身亡之时，睁开眼却见到孟丹青，他才发觉幼时自书房中取得的玉莲环，如今已成为运行心脏的机关，让他得以继续存活。天下感激亲情，愿拢是如此。我相信金玉仙一醉之情。一定拢是为了无权的安好，伊爱，只是我之安好；而我爱，也只为安然回返，如此如意。然而，过度动用天火，岳无缺日渐虚弱。孟丹青等人欲将其带回丹桂树，路上却遇阻拦。危急之刻，见风云赶到，击退埋伏之人，并成功使岳无缺苏醒。不久，武林各处变化起。谭无欲分配众人任务，并由他与孟丹青、江南春杏负责针对三击。只见三处战场各起恶斗，面对手露全力的吉郎、傲雪生、姹紫嫣联手牵制，孟丹青趁机巧施孟慧，孟术袭向吉郎，使吉郎意识消失，成功阻止吉郎。蒙蔽偷袭，回袭回营。这龙的东心思顿时侵犯自身意识之中。你认不得我了，而且你认不得是你自己。石鬼鸠，你拥有石鬼鸠所谓记忆，你知晓伊是一个怎样的人，而你便是在记忆中所投下的石鬼鸠。也是埋葬在你心内的石鬼鸠。
我真以为我能扮演你的角色，让因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就好像你始终不曾离开，但结果，哈哈哈，这是一桩一桩的悲剧。我曾经想过要探究一切，但我真惊，惊如凭伊，我承受失去你的痛苦。我惊自己的决定，也是对因更残忍的悲剧。所以最后，不敢选择的你，只能任由他人为你选择。抱歉，我偷走了你的身份与人生，感谢你，让我在陌生的英雄。曾经拥有过一个家，欠恁一家，我欠恁，全部欠恁了。一生所过，原只是最后简单的回忆。如今违反了无属于自己的一切，但茫茫人生，究竟什么是真正属于自己？一拥有气息就不是的就去就不一不准一心我们你这是什么意思在意识之中，属于虚空的一切，该已被我夺了。现在这个人，是记得石龟鸠的一切，也只会认为自己是石龟鸠，以石龟鸠的信念为念。你认为这位伊，究竟是虚空，也是石龟鸠呢？虚空。归咎汉族风波定，却有灰魔与力祸崛起，竟是无灭灵界人马来临，绑架孟丹青。这人，定是好人，你的神雄孟丹青，我的灵魂幽窍。我就不同意了。好，好，我真是普渡地位无名，普渡地位，胸有勾气。心比心比，公平上只给一点，礼物之间必须消失所有情薄。一心杀气绝顶，孟丹青有性命之危吗？此人最轻薄之次凶生。好，总算帮着你出糗了。死于此人对如今无利。啊好。我为这两只狗的动作向您致歉，无所无晓，你们太聪明。这里汪汪有狗在吠吗？我就吹两声狗你来听看麦。哼，姑娘，我要你听到你的答案。一丘之貉，何必继续吠？好。哎，一点嘛娘，百点嘛娘。小心！一定会入人旁。公道有点不利，快放开小心！
款式啦。人说美人世尊，一名永远修行。哦，果然是多年的女人感染者。我来第一局，你就要先得兵分秋色。万佛协助，雄将出路，发挥最大作用。好，先使我无上之力，发挥你独一无二的大法，龙丹青。卖真贵了，卖真贵了，啊啊！咱这贵心地处永雄穷，一力却将千里江山，为雄出北，巅峰无天伦。轮转之波，如万千轮流追问，一波动万波时，九天中国风云无分，一向南北扩散。只见力获与净世七皇合作，利用万佛血珠开启孟丹青体内邪恶力量，创造出蒙墙隔绝神州大陆，使正道众人被分散。为救孟丹青，月无缺与力获展开一场激战，成功救回好友。一次，那便将我国民之将，无情无相，一手为证，决定人生无天秋，这时无天之魂一关不歇，哼，哈哈哈哈哈哈有比之者，红带魔魂拿住以来，我不快察觉异中，传魂眼缩起。原来在阮战斗之间，经过神州大陆，封闭一片蒙墙之绝，有一段的情形都已无法归结。可恼，希望观秋天众人来平安无事。但好当天昏迷不醒，想带他穿过一片蒙墙再睡。孟丹青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一回都是你冒险相救，我讲过，绝不让恁任何人在我身边轻易离席。但我毕竟是造成蒙墙最大的帮凶，那便陪我赶紧解决伊就是。回到玉川仙境后，孟丹青对蒙墙开启一事感到自责，但月无缺并未安慰或责骂，而是要其一同解决，调查百姓异变原因。探查过程中，孟丹青遭到异能袭击而昏倒。哎呦，唔好哦，人爱不见。孟丹青啊，孟丹青啊！是目的之物，未知道处，处处敌机繁重，以应无穷。受到道叔指引，前往鸠美人所在处。正当孟丹青病危之际，假扮尘沙的袁无香及时拯救，
而两人此次谈话带给孟丹青异样的感觉。我住在此，你是？在下我母兄之友，新沙十里桥。你想被感人所害，胸情听说。原来如此，多谢阁下相救。人类一夜一冬受困孟秋兰，孟丹青愧疚万分。受困吗？未必呀。我今日正伏在无比灵界，这对梦墙是智慧以如何联手开启，所以两座原生之人体质还可自由进出梦墙，但无因说并非出自无比灵界，所以我便暗中轻松伊，规地利用此物，伫在梦墙中来去如常。太好了，众人终于能突破梦墙了。事情无尽容易，兄弟，今日也过少辛苦，这酒请你饮。哈，中原的酒，我早就想一雄哦。这酒劲要真强，当然。圣君发明的一口水，任何情报手都擒来。我问你，我人如何才能穿越顶峰摩天轮？要有血玉令啊！但一块血玉令，只限一人能穿越顶峰摩天轮。只问几句就到了，不欠。你以为想救我一用，但你醒了，什么都没记得。这对高丽，你设法交给我物款，让他即刻支援惊险岛。那你呢？我想要再寻一人协助。政府工作危险万分，阁下务必小心行事。多谢，时间宝贵，分头进行吧，请。这个人为何和我难以言说感觉？你听过人声比较吗？无，那是什么？方才我使用温中的引灵时，脑海闪过一座塔，塔的材质跟这个石头好像啊。塔。对了，我想起一个姑娘生得真水，我在伊梦里也看过一样的她。谁？听到水姑娘真有兴趣，那我唔讲了。岂不相瞒？我有重要的人在昔日南翔比较中失踪，无论如何，我拢想找出因。为一解力祸封印，谢天籁来到黄泉三千丈。孟丹青潜心前来阻止，两人却被谢天籁言语打发。其中道书提到袁无香意识开启摩天罗人选，令孟丹青怀疑自身身世，而袁无香亦曾提到蓝尘悲剧，不禁令人怀疑两人的关系。不久魏祖天地主宰临世，正道众人对上无灭灵界，却是难尽全功。为抢幽冥无非，谢天籁以孟丹青安为要挟，更道出当年之秘。我无兄要记得蓝翔西边吗？当年我为救你，将你提来苏江引灵，算你告你那西铁手足之心。不料他竟因此服丧，竟展现强烈的救生意志。随后为我带入中道镇。你是谁？其名应是正是你，王丹青。原来如此，在孟丹青体内灌注万骨血浆，以如何完工？不单单是为了顶峰摩天轮啊！
一段时间以来，万佛协作以二号员工进合，已创造出强盛先进，不乱混沌一族的元素。原来当初混沌一族动乱的恶手，就是你海天来。我仅仅是引发了人民对王室之恨，以渴望自由的愿望。如今这混沌精神也应迈向多年的路途了。手手放过单枪，可以从幽冥无归高物。原来孟丹青正是袁无香失散已久的手足，面对亲人安危，袁无香进退两难。为护丹青，他强行吸入石魔元素，欲与手足一同承受，却遭谢天籁一掌击出。最终，谢天籁照着计划，成为难以撼动的天地主宰。国神天金将其神至极合一，同时封闭一分，参穿进行，一关三代。真狠真狠真狠，天理不服，地义不在，更怕凭什么夺位天地主宰，以恩应世。天地护在，孤将万代，这就是天地主宰。得三宝，为我主宰。众生抛却往昔天物，诚心拜佛，从水面顶平等心生。非常不幸，我必须承认你的智慧与威胁，可是完成我过往所面对的事效用。青头君，银票东家。快带众人替你，金东金，铁东铁，留下来接众人动作。我母兄，去催新头师，不管金票掀盖，快！乾坤无用，不惜不挂，人命一关，我恨不接。众人随我踢踢，一些事情我母兄不应再管，不是不得管。镜头鬼，镜头神情已转悠了吗？明姐，我要回去救你。无论如何，不可辜负镜头鬼的苦心，要我干静静看镜头呼吸。我不能啊！一不修，一命断绝。第六事情就是要我看清楚，此时彼岸就回还，恭喜王慧仪哥哥。孟丹青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主，为什么要上早等下？
你不爱我了吗？我即将即将夺文服从，那是修行断法的所在，可不是带囡仔地方。服从嘛需要扫地吧，但下什么拢未响，但至少能帮你扫地。我爱你去的地方，到今是九道处、地道处，又是修道处，修心、修口、修意，三业清净，对你必须有缘。我无有缘，只有留在道主身边，我才会欢喜。哈哈，其实道今之中有你的家人哦。哼，怎有可能？因是拢死了吗？因为一场我无力处理的变故，苦了恁一家。因而我不断寻求清净，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守护更多的人。甚至是尘世中一切有情众生，那是什么时候我会遇见我的家人呢？也许替你成为更好的知己吧。但好，你记住，你心中之念必然为你招致痛苦，但千万不可因为期盼失去自己所拥有的。桂亭也是跳落，但你必然迎来顺难恢复之日。随着剧情推进，魏祖天地主宰，五颠之月上，飞天一会主宰，二次对垒，两人依旧僵持不下。就在飞天将败之际，他运出道真三宗之力，在万剑凌余中，卷收天彻底释放天剑飞天之力，顿时力量胜过主宰。为解万剑凌余，谢天籁找上孟丹青。此时袁无香来到，手足联手一组道书沉沦之路。只见谢天籁重掌执法锐剑，袁无香枪剑齐鸣，招行起落竟是不世之绝。天地之心，因秋风势相互呼应，定然做出天堂新风。因而不折不扬，不为心豪之变，由欺凌消入所有。我们接兵关，好，很轻，坐啊，好。既定我们向王南青，精气互通，蜕变亡灵一体，随即。如何无极接中队爱都无名来到天皇关，青色无回头，红魂少女关，雨停寒八风。最终，袁无香手足同心，真气互通，制服道书。你是白银，这位再也无信任人心，的确算计，拥有将为理想的经历。道书，道书为翅膀，是您不明白，这已经目及时间，您就受人好好修护。有人换来什么呢？我修护不仅仅是精平在身的特色，更是无尽天地间无垢且无损的心灵。无任何性命，因为了他人理想必牺牲。无名所有，将来会是牺牲一生的，亦是共和天界无争无别，亦是无忧无惧。骗笑的，你方如果真正正神龙啊，竟然故作戆吞声。多言无益，是我败露，动手吧。龙秋意，休息就看你了。虽万会惊险倒吧，你这中途不在此，混沌一族，想要等待一个交代。好、啊。一瞬之变，几座梦划破镜框，是诅咒惊心之魔，漫天追划中，
道主海天来，以自我了结，此段无解重重。在众人齐心下，成功斩杀天地主宰。但主宰虽亡，怨念却化为灾异主。为拯救天下苍生与所爱之人，月无缺不惜运出天火，与灾异主同归于尽。但天火却磅礴宣泄，蔓延各处，为阻灾祸蔓延，袁无香、凤丹青守护在蒙墙多时，两人体内石魔元素爆散而出，与蒙气相互为用，威能倍增，成功遏止天火流窜。将机会投进青蛙，雄鹰必死，英雄只有小兵。英雄，你绝对不能低气。好，青魔万岁！我不能就这么当青蛙，危急之际。迎山包天秋，天星寒秋青枝，遥望迎山包天秋，雄心如不屈，好哦！不在天地求助，不要再多人求。东周逆天走用，走用，我的梦想已经成就，但请就是现在就，独临天下，好啊！顿时，军甲之心三风窜。红盖蒙球符合逆天之用，一向为天普渡之气。警方联合各手枪，三方对决，一战不完。此时现在，莫非真凶？金老师杨景出了。集中功夫修作，最后一步，以文清道，切！金老师，文华武道稳准启动，进行中开窍门空单，你该英文休息了，好，我行动。空间进入古洞，气行飞走。周玉极为意外，总算不虎。听着，行，探看不快。这就是你的算计吗？不可，你终究要是失尊一红魂之气吗？世天红平静，叶灰灰，吹进空响，连天边边外，今夜犹为水灵。
我有一条酒可以为红尘，无法被世间下计分身的你，应要识得这喝酒滋味吧。放心，这次我未再算计你了。我真思量，你带着酒意迷人的心情了。好友，你长途天地之战已有数日，但你的伤仍然苦铁之重，必有复原之日。以天剑飞天，人再回路，观修天。天剑飞天虽为世间因素，人如无意，最终我也不不走这尘世众生。行中八方秀，丹青已准备好要报了。丹青，你也忧伤在心，就不用忧患劳动了。丹桂秋，你是天机花，这你既重生，就何代表无缺？我已点着心最后的誓约，是陪我无缺度过出入天会二修的明定三劫，天法七心以及分身之劫，三劫已动，但无法生死，我并无答案。只要不是完全否定，不论十年八年，我会一直等下去。丹青，分身是你的决定，丹台则是你之决定。每一个选择背后，必牵连无限因果，环环相扣。多谢你一花棍，如此足矣。咱亲爱的世界，早已遍布缺口，满面风沙。被留下来的人，永远要保持相伴，带着不辱之伤，捉起过去泄露时光碎片，盼过一个又一个的晚亮。孟丹青，勇于追求自我的慧师，多次以梦术帮助正道。虽然最终好友月无缺神明消逝，但孟丹青将继续等待丹桂树再次重生，相信有一天我们能再次见到他的身影出现。